心宜兰，宜兰大小事。欢迎收听宜兰大小事。母亲节到了，如何表心意？到底是送礼物还是陪妈妈吃饭？今天呢，我们邀请到蓝城新月广场的马文炳总经理来给大家一些建议。马总好。阿妹好，听众朋友好。母亲节要表达感谢的心意，最好的方法是抽空多陪陪妈妈吃饭，挑选礼物，一起度过一个快乐的时光。没错，只是县内能够同时满足妈妈购物吃大餐的地方不多耶。可以来新月广场啊。哎，新月广场 Luna Outlet 为了庆祝母亲节，从4月28号到5月8号全馆满千送百，刷新月联名卡还可以有加码送。那5月到7月馆内也有非常多的活动，像是浴佛节啊，完成音乐节，这时候带妈妈到新月广场，可以一次满足妈妈的所有需求。这时候不管是精品包、服饰还是鞋类，都有非常多的优惠。那另外我们还有西提、瓦城等非常多的餐厅，可以任你选择。这时候带妈妈陪妈妈吃个大餐，太好了！母亲节带妈妈到百货公司吃喝玩乐买礼物，妈妈开心，我们也开心，真的是很棒的建议。今天非常谢谢蓝城新月广场的马总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，5月21号无印良品将在馆内盛大开幕，与宜兰乡亲见面。谢谢阿美，谢谢。以上是今天的宜兰大小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